بتشرح لي صدري ومسدي أمر بحر يسألني.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والصلاة والسلام على سيدنا وحبيبنا محمد وعلى آله وصحبه أجمعين. قوي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وعليكم السلا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首先我得多谢Allah 这个局，我得又来到你的身边了，我得走走。我得靠Allah Subhanahu wa Taala 俾我哋大家嗰个精神啊，健康。因为今日咧就我哋知道咧就我做家啊。 咁大啦，伊斯兰历嘅十一月啦，要睇月啊，今晚去睇月咧，睇下呢个做Hajj啊，朝今个月份咧，系咪喺度咧啊？咁咧就我哋要准备咧，就喺呢个朝今月份嘅前10天咧。 都系一个非常尊贵嘅十天啊，呢、这个好重要嘅。当然今日咧，我哋唔喺呢度专登讲呢个啦。但系咧，就我哋提醒咧，就今晚咧，可能基金总会咧 trustee 咧，就可能会有个通报出嚟嘅。睇下如果睇到月咧，或者话其他地方睇到月啦，咁啊，听日咧就系12月。 到了黑这个1号啦，就话进入到了呢个朝今个月份嘅1号。咁啊喺呢个前10天当中咧，就我哋尽量咧做多啲咧，做多啲善事，做多啲好事。啊，如果话愿意斋戒嘅话啦，都可以斋戒夜晚黑啦。你多啲夜间拜啊、福工拜啊，呢、这个位置咧系相当大嘅。啊，咁啊下啲嘅成分入边咧都提及到。 咁啊，特别咧喺呢个约穆阿拉法啊，朝咁啊呢个暂住呢个阿拉法嗰个日子咧，咁啊更加贵重啦。啊，特别呢个日子咧，斋戒咧，如果斋戒一日咧，可以得到2年嘅维持啊，就系话上一年个过错得到阿拉嘅宽恕原谅，下一年嘅过错啦。 都得到阿拉嘅宽恕原谅嘅，所以呢个咧就喺话12月9号咧，阿拉法嘅日子咧斋戒咧，呢个位置咧系特别大嘅，咁我哋知道阿拉法日子之后咧，10号咧，伊斯兰历嘅10号咧就系归邦节，归邦节，诶，喺度咧都吓，咁我哋都系庆祝，咁有啲啦，归义啦，喺其他地方啦。 啊，仔生噶，啊，汤圆啊，汤蚝啊，就有睇救人嘅能力啦，啊，咁啊呢个咧系一个都系一个非常重要嘅功课，啊，咁啊不过咧我哋喺呢度咧就提提各位啦吓，咁啊就记得留意一下，啊，今晚啊或者话听朝咧可能会有通告啦，就会出咗嚟噶啦。 咁啊，就我哋收到啲信息咧，就话沙特嗰边咧就琴晚咧睇完啦，咁啊佢又睇唔到啊，睇唔到啦，就等于话咧听日咧就系1号噶啦，就沙特阿拉伯啦已经选布咗啦啊，就系听日啦1号，但系我哋呢度咧仲未选布啊，因为我哋要等到今晚啦啊睇完，睇完之后咧我哋要睇下主要咧同马来西亚嗰边啦啊马来西亚嗰边。 我哋有个联络噶，咁啊就睇下佢啲个病，有冇睇到嘢，有乜嘢情况啦，大家就系话，同一齐噶。今日咧，我哋都系同各位咧一齐咧嚟学习啊，嚟分享咧，我哋做呢个大华传教嘅工作啊。咁啊，传教嘅工作咧，我哋之前提及到啦，喺我呢个欧盟伊斯兰民族啊，大家嘅责任嚟噶。 但我点样将呢个工作做好啊？呢、这个工作系非常神圣噶，啊，喺以前我哋众先知
啊，总差事的工作啊，这个工作是一个非常神圣光荣的工作。那么我的节目要将这个工作做好了啊，那么当然来讲了，我的自己要学习啊，对宗教的教义，基本的伦理道德啊，那么我的才可以了，同啊其他的人呢来介绍。那么我都知道了，依家社会的发展呢，那么都有好多的团体啊、组织，或者话甚至于党派啊，可能有啲系用伊斯兰嘅名义啊，有啲以伊斯兰嘅名义，咁啊甚至于某一个地方呢，都有好多的啊团体嘅。咁啊呢个宗教团体呢，啊都系一个啊，都系以选取伊斯兰教的教义精神为宗旨。咁啊有咁多啲团体其实都是一个好事来的啊。无论是穆斯林国家或者非穆斯林国家，好像我们在香港，虽然说穆斯林的人数没那么多，但是我们都有好多的团体啊，好多的伊斯兰教的团体啊、组织啊，他们都是来做宗教的工作的。当然来讲呢啊，这个我的之前都有提及到了啊，因为这个传教的工作呢，有些个人去做的，自己去做的啊，当然这个呢就方便啦，那么你可能周围的人啊、屋企的人啊，同他们讲，同他们介绍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说一个个人啊，一个人的能力，一个人的力量。那么如果团体的话呢，就是有一班人啊，大家一起来做的，那么这个力量呢就会大啲，同埋咧呢个啊呢一班人咧啊就会大家一起咧会共同来做呢个传教嘅工作，咁啊呢个咧力量咧就会大噶啦。但系我哋无论乜嘢伊斯兰嘅啊党派或者话教派或者话乜嘢团体乜嘢组织都好，但系我哋一定都系有认同。他们都是属于我们穆斯林大家庭里面的一部分来的，但是我们不可以当他是一个整体，他可以代表我们全部啊，这个穆斯林这个整体啊，他不可以代表，但是呢我们有上人认同他们都是我们啊穆斯林的啊一部分来的啊，这个呢就我们了，大家啦都系有一个相互尊重啊，喺有啲某啲方面呢大家可以相互合作嘅啊。如果话佢啲啊搞咩活动啊，我哋都可以参加，我哋搞咩活动啦、啊、都邀请佢哋参加，大家一齐嚟做嘅啊。咁呢个呢就我哋明白啦，佢穆斯林嘅 Umma 呢就系一个整体啦。啊，穆斯林乌玛啦，大家全世界嘅穆斯林，所有都啊清真言做证言啊，所有都啦伊拉伊拉拉，穆罕默德拉苏拉啊，所有都那个清真言啊，不相信阿拉独一啊，除了阿拉之外，某人或一样嘢值得崇拜噶，就系话万物非主，唯有真主阿拉啊，穆罕默德苏拉拉乌沙林。是真主啊，那个差使是最后一位先知，所以所有的人呢啊都在这个清真言这个信仰之下呢，大家是一个整体，是一个 Umma 啊，这个 Umma 瓦希德是一个整体来的，但是某一个团体某一个教派某一个组织啊，他呢不可以说他代表我的穆斯林的整体啊，有时候呢他的行为啊，如果个人的话呢，有时候是个人的行为啊，他不可以用一个穆斯林个人的行为来代表啊伊斯兰民族的整体啊，就是说呢，我们不可以看一个人的行为呢就说下定义伊斯兰是这样的，这个呢就是错的了，就是不安的了
我哋都唔可以睇呢个冇呢个伊斯兰嘅团体佢所做嘅嘢，佢嘅行为啊，系代表呢个整个啊整体嘅伊斯兰嘅乌玛，又唔系嘅啊，因为佢冇呢个团体啦，冇呢个伊斯兰啊团体嘅话啦，佢嘅工作啊可能嘅侧重面呢都唔同嘅，有的。有的可能侧重在福利方面，有的在教育方面，啊，有的可能在宗教事务方面等等，所以呢，这个侧重面呢是不同的，啊，那么我的当然了，他的都是我的穆斯林的一部分，但是他我的不可以说他是代表我的伊斯兰，啊，代表伊斯兰的整体啊，啊，我的不可以了，啊，这样看的，但是他的工作佢嘅存在嘅价值一定我哋要认同啊，咁呢个咧就系睇佢嘅啊这个意义啊，都系为阿拉做嘢嘅啊，都系可以为阿拉为真主为神的力量为主导可以做啲嘢出来啊，无论系边一方面都好啦，咁呢个咧都系值得我都会赞赏嘅。咁啊，另外咧，我哋知道咧，喺啲穆斯林嘅国家吓，啊，咁啊就甚至于非穆斯林国家，有啲咧啊，有啲官方嘅宗教嘅组织啊，好似啲阿拉伯国家啦，啊，都有一个宗教事务部啊，或者话喺一个负责伊斯兰教事务嘅，啊，有啲喺做呢个大话传教工作嘅。官方的就是说呢是隶属于呢是政府啊政府。那么有的呢就是属于民间的就不是属于政府的了。那么这个民间的呢就是属于大家可能啊属于非政府组织啊非政府组织。那么这两方面呢啊那么都是为阿拉都是为伊斯兰做事的都是做宗教的事情。啊，都系为咗传播啊呢、这个伊斯兰教嘅精神啊，咁啊做呢个传教嘅工作，咁啊呢两方面呢啊，一个系官方嘅啊，一个系非政府啊民间嘅呢啲宗教团体，咁啊我哋都要明白啦，呢两个啊团体或者组织之间啦，唔系对立嘅啊，唔系话对立。咁其实呢係有个相互嘅作用嚟嘅。咁官方嘅呢啊可能都唔係咁完美嘅。啊可能佢有啲做得好有啲做得差啲嘅。啊就同呢个非政府组织民间做呢个啊全国工作嘅一样。啊可能係有啲做得好啲有啲做得差啲有啲地方做得唔足嘅地方。啊但係我哋都係肯定两者之间呢冇冲突冇对立。啊但是我哋又唔可以话啊民间同官方啊之间呢啊或者话边一个会最好啦。啊呢、这个都好难讲啊。啊都要睇佢实际嘅工作嘅情况。啊但是都未必呢做得啦咁样嘅。但是呢我哋知道呢是需要大家合作的。可能有的人以前是官方啊这个全教啊全教的组织也变做的。可能他有啊回到民间的团体也变做的。可能民间的团体呢可能又回到政府那个全教的部门呢来做事的。啊因此来讲呢就我哋呢是需要大家呢一起来合作的啊，无论官方的或者说非政府组织或者说民间的团体呢大家呢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都是想将伊斯兰那个信仰啊传播传达给其他的人啊，这个是我的一个同一个目的来的。但是在工作当中呢我们未必做得这么好啊，所以我哋喺工作当中呢
啊，要吸收你啊经验教训，啊，要同你其他的做得好嘅团体咧嚟合作。啊，一边咧，我哋可以改善我哋自己嘅工作，啊，咁啊将呢个宣教嘅工作咧做得更加好，啊，更加好。咁咧就我哋都明白到啦吓，咁啊呢个团体咧嘅工作咧，因为佢啲咧一定无论边个组织团体入边，佢一定咧会有一个规章制度嚟嘅，啊，就唔系话自由随便便咁样去做嘅，啊，佢一定咧系有一套嘅，啊，制度。啊，一套嘅工作嘅原则，咁啊呢个咧就系需要咧啊，我哋嚟遵守嘅。如果你喺嗰个啊宗教嘅团体入边嚟工作嘅话咧，咁啊你就需要系遵守啊呢、这个呢一套嘅制度啊呢一套嘅规则，你要去啊遵守吧。啊，你唔可以话咧自己咧中意想点样就点样。咁啊，当然嚟讲咧。过咗呢段时间啦，大家可能会摆事，再商量一下，我哋将点样将呢个工作做得更加好咧？我哋呢个做法啊，呢、这个效果唔系咁好嘅，咁我哋都要改善，啊，都要去听听其他人嘅意见，啊，咁啊，我哋想将呢个工作咧啊做得更加好。就是效果更加好啊！咁我哋知道团队嘅精神咧系非常重要嘅啊！团队嘅精神咧，就系话大家嘅力量啊！所以阿拉苏巴哈纳瓦塔咧，都系叫我哋啊，瓦塔什姆比哈布林拉前面啊，我俩塔法拉古啊，你哋共同啊，咁啊揸住阿拉嘅绳索，冇分离，共同嘅，大家一齐嘅。因为我哋讲咧，伊斯兰一个乌玛一个整体嚟噶，啊，咁你整体嘅力量咧系大过个人嘅力量，所以团结咧系非常重要嘅，啊，如果你冇团结嘅话咧，你嘅力量咧就分散咗啦，啊，所以我哋个乌玛穆斯林，我哋睇到嘅人数啊系非常多，全世界啊系咁多。有十啊，都话话十六亿、十八亿啊。如果我哋真真正正啊，能够团结好嘅话咧，可以讲呢、这个系全世界最大嘅力量啊。但系好可惜，但系我哋穆斯林嘅内部嘅分化啊，唔团结嘅这个情况啦啊，都系存在嘅啊。无论喺边个国家，喺边个地方。咁啊，都有呢啲类似嘅情况。咁啊，呢个情况咧，就我哋要检讨一下。啊，我哋有一公众啊，公众嘅利益至上啊，要摆喺我哋个人嘅利益上边嘅。就系话集体嘅利益咧，系重要过我哋个人嘅利益啊。我哋要为咗公众嘅利益，为咗我哋伊斯兰教嘅。大嘅事业啊，我哋要摆喺第一位啊，要将个人嘅利益摆喺后边嘅啊，所以呢个咧就非常重要嘅，就我哋经常所讲咧，对主道对阿拉一定系要有一个奉献嘅精神啊，特别咧你做大王啊，做传教嘅工作啦，更加。需要呢个精神，咁啊呢个意念咧，呢个举意一定要天生为安拉，为咗得到安拉嘅喜悦，唔系话为咗其他啲个人嘅目的，为咗话自己可以攞到乜嘢好处啊，乜嘢利益，为咗话乜嘢名利啊，乜嘢名誉等等啊，所以呢个咧系非常非常重要嘅啊，所以呢个工作啦。啊，同其他的啊，或者话你话你喺一个间公司做嘢做生意啊等等，可能你要睇呢、这个啊呢、这个成绩
或者说做生意你想赚到钱啊，或者投资啊你想赚到钱啊等等。但是你做全教的工作的时候呢，那么那个意念呢，你不是说想赚到什么钱啊，那个你是想为了得到阿拉的喜悦，啊，为阿拉来做这个工作啊。所以要讲这个呢，这个可以啊，要首先呢要有一个虔诚为阿拉，虔诚为主啊，来做那份工作的啊。那么我的台有个台《古兰经》呢，那么你都会睇到啊，《古兰经》里面又提及到了啊，你话古因那沙拉提乌努斯提，我们还要有我们马提林那些人比了阿拉尼啊，古因那沙拉提啊，就话礼拜啊，我的礼拜礼拜我的拜阿拉，我的应当做噶，唔系话做俾人睇噶啊。这个阿拉命令我的，我的要应当会听从服从，我的都不会有问，点解要做礼拜呢？这个阿拉命令的啊，阿拉叫我的做噶，我的都要听从叫的啊。因为说了我 nuski 啊，应该就话牺牲啊，呢度 nuski 啦，就我的来讲啦，就系话做呢、这个宰牲做 qurban 宰牲呢啊，有啲。古兰经啊，注解到咧啊，注解呢个 nusuki， 我个牺牲咧就系话牺牲嗰个动物，就话宰牲啊，或者话我哋话宰牲咧，而家话汤羊啊、牛啊，或者话骆驼啊，呢、这个之前咧，反正我哋讲过啦啊，有条件啊，有能力嘅话咧啊，一个人咧就汤一只羊啊。咁牛咧都可以切份，啊，切个人咧，啊，加份汤一头牛，或者咧骆驼都系切份啦，切个人咧可以加份咧汤一份骆驼。咁啊呢个都属于咧就牺牲，就为阿拉亦做牺牲，就系话系宰牲。咁呢个宰牲咧又系噶，呢宰牲个被汤噶。被宰的这个动物，它的血、它的肉、它的皮不会到阿拉那里的。但是你的语义、啊、你的意义、你的策划、你的对阿拉的敬畏可以到正确那里，可以到阿拉那里、啊、我们还要有我们妈妈、啊、我的穆斯林，我的讲我的一生的生活啊，我这个生命，我这个死亡都是要归依为阿拉，就是说我的生为阿拉而生，死我的为阿拉而死啊。如果我的死的时候，我的要作为一个顺从阿拉的人，作为一个穆斯林的归真也会死亡。所以这个呢，就是我的穆斯林要经常日日都要提醒的啊，这个都我的都提醒我的自己，提醒我的。所以我的在做这个大王啊啊传道的工作的时候呢，我的更加需要啊这个虔诚的意念，虔诚的语言。我的不是说想对方啊给我的没有好处啊，我的还想将伊斯兰这个信仰传达给他啊，希望可以得到真主阿拉的行动，可以得到正道。这些呢就是我这个意义、啊、这个意义以前我都讲过了，对所有的人、啊、我的不会说当我这个穆斯林大家哦，穆斯林大家一家人，但是非穆斯林、啊、我的不会哦，咖啡他们不是阿拉的、啊、有的他了、啊、等他的要火药，我的不可以有这样的难法，但他的都是阿拉所创造的，他的都是真主阿拉创造出来，都是阿当夏娃的子孙，他都人类的大家庭啊，这个我的之前都有讲过的了啊，就是说他的还没听到阿拉的语言，他的还没听到啊伊斯兰这个信仰，
呢个就系我呢个责任啊，呢个我呢个穆斯林大众嘅责任。我呢个将呢个伊斯兰呢个信仰啊，要介绍俾佢哋啊，传达俾佢哋啊。所以我哋在呢个传教嘅过程当中咧，我哋要学习啊，攞前辈啊，你啲前人嘅经验啊，佢哋当时啊，资讯冇咁发达，又冇而家呢啲电脑啊、上网啊去查资料，但系佢哋可以将伊斯兰教传达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啊。呢个系乜嘢精神呢？啊，所以咁嘅艰难嘅条件，佢哋都可以将呢个伊斯兰传达到世界唔同嘅地方啊。有啲啊，好似伊斯兰传到中国一样嘅啊，佢哋喺嚟中国嚟经商做生意啊，佢在做生意嘅过程当中，佢都冇忘记咗做大王、做传教嘅工作，将伊斯兰啊带到中国来。如果佢哋为咗赚钱啊，佢又唔理其他啲人啊，佢以为呢、这个伊斯兰教就系佢啲啊专有噶啊，佢哋自己导游噶。佢哋话佢哋以为哦，伊斯兰就系阿拉伯人噶，或者话伊斯兰教就系波斯人噶，或者话啊伊斯兰教就系东南亚其他地方人。咁呢个咧？就好难去做到大话传教的工作了。咁样到后来咯，我哋都有睇到有的地方，好似马来西亚咁样，佢以为马来人呢就系会教伊斯兰教。如果唔系马来人呢，就唔系伊斯兰教。咁呢个咧又喺后来啊产生咗呢个错误嘅概念啊，所以伊斯兰教咧，我哋之前都讲过了，伊斯兰教是对全人类的，是对所有的人的，不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啊所导游的啊。那么这个呢，就我一定呢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哦，不是说我这个啊，好似中国大陆上面，哦，我的维族啊，我的维吾尔，我的穆斯林，汉族呢？他以为就是靠谱啊，以为汉族是靠谱，这个又是错的，是吧？所以汉族当中呢都有信伊斯兰教的嘛，啊，所以都有穆斯林。其他的少数民族当中，蒙古族啊、藏族啊、藏族这样信佛教，但都有信伊斯兰教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伊斯兰教一种啊一种世界性啊国际性。一个全人类的宗教啊，不是说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的宗教来的。那么就我们要向这些啊老前辈了啊，老一辈的穆斯林啊，他们为主导为安拉是做了好大的功绩啊，令到伊斯兰教传播到世界不同的地方。但是我的现在的时代，我哋年轻的一步，咁要继承啊，要继承呢种精神。我哋要啊，要令到更多的年轻人啊，来投入到呢项工作当中，就系话做传教嘅工作。咁我哋知道年轻人啦，系有活力啊，佢有呢个热情啊，佢有。啊，有这个力量啊，可以做更多的。但是我的一定呢，就是说要组织啊，要学习，因为现在资讯发达了啊，有两方面的。一方面来讲呢，就我的容易啊会查到的资料啊，一上网呢啊，一打乜嘢字，啪啪啪啊，乜嘢出到来了。乜嘢信息都好多，但系另外一个问题咧，就要困惑到好多的人。咁样呢个信息太多，资讯太多嘅时候咧，咁样就好难分辨啦。啊，真真假假，边个系真噶啦，边个系假噶啦？一阵间睇到呢度咁样讲，呢度
一阵间睇到嗰度就咁样讲，咁啊呢度分唔清啊，边个系真嘅，边个系假嘅。咁啊呢个咧就系、是、需要咧啊，需要请教啊，需要请教啲有知识嘅人，我哋又去问噶。啊，我哋唔系话当呢个 Google 系万能嘅。啊，而家好多人佢唔需要去乜嘢啦，去查啊，去查 Google。啊，或者话听某一个啊讲者讲出嚟噶，佢就以为呢个系最啱噶。咁啊，就听到有啲唔同嘅讲法嘅时候，佢就认为对方呢系错噶。所以呢个咧就我哋希望咧，特别啲年轻人咧啊，喺呢、这个上网也好，学习啊嗰啲嘅宗教嘅知识嘅时候咧。我哋一定咧要谦卑，要谦虚，我哋要学习，因为特别喺教化嘅问题上边咧，有时候还有唔同嘅主张，唔同嘅讲法，啊，我哋唔可以知道啊呢种情况，啊一种情况，可能有另外一种情况，可能仲有第三种情况嘅，啊，咁啊呢个咧就我哋要清楚啊，我哋唔好随随便便啦，去下定义呢个系错噶，呢个系啱噶啊。咁啊，我哋咧啊，一定咧就系话唔明白噶啦，我哋要去问，我哋要去学习啊。千祈我哋唔可以当自己嘅啊，或者话啊就啱噶啦啊。我哋可能唔知道对方未听过啊，一听到啦就认为佢哋系错噶。啊！我哋唔可以有咁嘅谂法，我哋要有一个谦卑啊、谦虚嘅态度。啊，我哋要去学习。或者话有啲人问到我哋冇啲问题嘅时间，我哋未必啊即刻答到佢嘅，答唔到佢冇问题嘅。哎，你话呢个问题啊，就我真系有啲唔清楚嘅。咁我都有请教其他啲人。啊，咁我又揾到。去咗查啲资料啊，咁揾到呢啲答案嘅时候咧，我就讲俾你知啊，呢、这个完全冇问题嘅啊，知就话知，唔知就话唔知。咁、啊、我哋知道啦啊，我哋无论做乜嘢啦啊，我哋都要啊谨慎小心啊，冇啊。就话多对均衡啊，就以为自己系啱，其他人系错噶啊！我哋一定要小心啊呢种谂法。咁我哋知道咧，我哋圣穆罕默德圣拉拉哈里沙勒阿拉啊，俾佢啊作为最后一位先知，最后一位差使，但系佢系传达啊那个命令嘅时候，在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当中，但是阿拉都叫他在事情方面又啊又同其他的人会协商啊，会商量解决啊，所以阿拉还过来跟伊们说：“我这边来，那是他尼罗金，我沙威尔胡姆斯的阿姆，我沙威尔胡姆斯的阿姆，我你要同佢的了，在的事情当中呢。”啊，会商量的啊，所以话呢啲事情，就我哋日常生活当中遇到嘅事情啊，我哋点样去解决，我哋点样去做，咁啦，要同其他的人去商量的啊，呢、这个咧就系话，协商啊，用而家嘅现代嘅语言来讲啦，就系民主啦啊，你唔可以话自己专。啊，专权啊，独裁，自己话乜嘢就系话乜嘢啊！咁呢个就同大家商量，所以圣人穆罕默德圣人沙勒啊，咁啊，阿拉都命令佢，佢话你喺事情方面呢，要同佢哋啊协商。但系如果啊，所以到阿什姆啊，如果你定咗呢个时候啦，把他们拖落嚟。咁你唔可以话，诶、哎，你话协商
咁你协商咧，协商会，咁你最后还有个结果噶嘛？最后你决定啊，定案还没有了，咁你就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少数服从多数，但系你定咗咧，咁你要考考主啊，把台湾克拉了啊，咁你就要去做噶啦啊，即系话我哋话唔可以话。你讲唔做都冇用噶，大家协商听啊，咁啊揾到一个啊定案嘅时候，我哋就要托靠阿拉啦，啊，我哋一定托靠阿拉，托靠真主，我哋要去付出啊，我哋要去实践，要去做的啊，所以我哋有时候呢，我哋唔可以话哦啊，应下啦。讲应上啦，应上啦，但系你讲应上啦，托过主，但系你冇身体力行去做，咁啊唔得噶嘛，啊，所以我哋知道啦，托过主啦，啊，托过主啦，就系我哋有呢个信念，啊，我哋要托过阿拉，托阿拉相助我哋，但系咧，我哋要尽自己嘅能力去做噶，啊，你唔可以话托过主，托过阿拉，托过到乜嘢都唔做，咁啊唔得噶嘛。啊，咁你要去身体力行去做，所以我哋话托靠主啊啊，咁啊有段啊身份都讲得好清楚噶啦。咁啊呢个宣就话宣住呢个骆驼，咁样托靠主啊。如果你话呢个骆驼，你话放佢自己啊通咗行，咁啊翻嚟咧，你话骆驼唔见咗啦，咁呢个系边个啦？系你自己系嘛？点样你？将个骆驼用绳啊啊拴住佢，冇俾佢自己行啊！你而家唔理佢就佢自己行行，你翻嚟见到佢啦，呢个系自己嘅问题。你唔可以话托靠主，自己乜嘢都唔做啦啊！呢、这个唔系托靠主嘅意思，所以托靠主、托靠阿拉，还有我哋将个信念啊。在真主那里，就是说我们要靠主，靠阿拉相助我们啊，没有阿拉的相助，我们还不会成功啊。但是我们都要尽人的能力啊，阿拉给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做的时候，要尽了自己的能力啊。最后的结果怎么样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尽到力了啊。如果你尽不到力的话呢，系呢个责任喺自己身上，啊，你唔可以赖其他人。所以呢段古兰经咧，啊，我哋啊应当啦，啊，好好去啊理解，啊啊，第一就系话我哋遇到事情要同大家一齐商量，我哋喺传教嘅工作当中，我哋更加需要大家商量。协商解决，其实我哋人类嘅社会啊，无论系家庭入边、社会当中啊，喺一个国家、一个政体当中咧，啊，而家所谓民主选举啊，呢、这个就系最早期我哋伊斯兰教1400多年前啊已经提出嚟噶啦，啊，当时系有呢个苏拉，啊，所以阿拉话：我爱慕鲁胡姆苏拉白的红。我阿姆鲁胡说了白那红，意思是佢呢个事情，还用协商来解决的，啊，所以佢呢个事情做大众的事情，啊，大众的事情还有透过，啊，透过协商来解决，啊，所以呢个1400多年，我的伊斯兰教一早提出来呢种啊民主的。理念其实也早，咁啊比呢个西方所谓嘅民主咧，咁啊都系早1000多年，系嘛？咁呢个咧就系话我啲呢、这个系一个啊来自于阿拉嘅引导，啊阿拉喺古兰经入边教导我哋，啊教导我哋先知穆罕默德所讲嘅，要遇到事情嘅时候。同其他的人
被商量，被协商，被改革。啊，谋瓦即给啊，捐的捐哈啊，就即给瓦斯啊啊。当然，我的指导中给他商量之后，刚刚定着的时候呢，咱们要投靠主，要会投靠安拉，要会做到。咱们这个呢，就我的呢，就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的还家庭这边都是的哈、啊，我的还社会当中，我的还一个全体也，还有一个无论什么一地方呢，啊，我的有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啊，同样商量协商来解决。那么那个呢，就避免了犯错啊，避免犯错吧。我的希望呢，我的穆斯林大众啊，那么我的呢，有真系要去学习啊，有古兰经入面，学习有哈迪斯商量，穆罕默德商量商量啊，哈迪斯入面，我哋去学习。咁么唯有呢，我哋真真正正啊理解古兰经嘅精神啊，我哋理解身份嘅精神啊，我哋喺呢个大王啊全教嘅工作当中啊，我哋才可以成功啊。我哋头先提考到呢个古兰经呢，就系话我哋冇自己啊，自己啊捐啊捐捐捐啊！我哋自己啊，就认为自己嘅啱啊。头先我哋提及到啦，而家嘅时代，特别系高共上面收啲嘢出嚟啊，咁啊乜嘢都认为上面上面啊讲嘅啊。其实我哋知道啦，任何一种啊后文都系一个系统嘅一个体系嚟嘅。啊，所以我哋理解古兰经也好，神佛也好，我哋都唔可以话断章取义啊。咁啊，有时候古兰经有当时嘅背景啊，古兰经当时嘅背景，当时有咩事情发生，咁呢段古兰经当时落嚟，我哋哈迪斯上人所讲嘅说话，佢做嘅嘢，当时乜嘢情况，乜嘢环境啊？咁啊，我哋要了解呢种情况啊。所以而家我哋呢个时代有啲新嘅嘢出嚟啦，新嘅事情出嚟啦，啊，呢个系1400多年冇嘅事情。咁我哋点样面对啦？点样去解决啦？咁我哋都要啊，唔可以违背古兰经嘅基本嘅精神。啊，古兰经成分呢个系一个大纲嚟噶，系一个基本嘅原则嚟噶。我哋唔可以违背啊。这个古兰经成分的基本的原则，当然我们都要啊解决现在的社会啊在发展啊有的新的问题、新的情况啊出咗嚟啊，我们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伊斯兰的沙利亚啊，伊斯兰教法啊，这个第一来自于啊古兰经成分哈迪斯。咁之后呢，就伊吉玛比亚斯啊，伊吉玛就要众啊大众的智慧，众好者啊，咁一齐去商量的啊，都唔系话一个人，咁要大众乌嘛啊去商量去解决啊，咁有啲问题啦，虽然话啊揾唔到啊呢种情况，但系有啲情况啊类似嘅。的情况就用对比的方法啊，用对比的方法呢会找到这些啊解决的方案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伊斯兰啊，伊斯兰教是一个超时空的啊，超时代的啊，还适合我的所有的时代，还适合我的所有的地方啊，所有的民族啊都是适合的啊，不可以说落后
啊，以前冇落过，系一个超前嘅，所以有好多而家我哋啊现代社会啊啲问题，其实喺经典入边都一度提及到噶啦，啊，所以咧系一个超前嘅，但系我哋未理解啊，所以我哋要一路要去学习，一路要去学习啊，呢个系非常重要嘅。我哋希望咧。阿拉苏巴哈诺他俩引导我的啊，引导我的啊，开我的个这个心胸，领导我的了啊，更加有智慧啊，更加啊理解我的个这个教义教法啊，咁咧领导我的更加容易。来同其他的人来介绍伊斯兰教啊，我哋将呢个大王宣教嘅工作可以做得更加好。我哋希望阿拉苏布哈诺塔俩坚定我哋嘅信念啊，坚定我哋嘅信念。虽然我哋喺呢个宣教嘅过程当中，我哋会遇到啲困难啊，我哋可能会有啲。遇到的不坏生的事发生，但是我们有坚定这个生命，我们有忍耐啊，我们有忍耐，我们有坚持，我们不会放弃这个工作啊。那么希望阿拉苏布哈诺塔俩啊坚定我们的生命啊，增加我们的力量，我们将这个宣教的工作啊，做得更加好啊！同阿拉苏巴哈诺塔俩啊，喜悦我呢个工作啊！咁啊，因为今日嘅时间嘅关系啦，就我哋讲到呢度啦啊！多谢各位，阿萨拉马莱库瓦拉麦特拉希巴拉卡，瓦莱库马萨拉瓦拉麦特拉瓦巴拉卡杜。Right.